外媒和周杰伦经纪公司杰威尔音乐官宣，周杰伦将担任 Dior 全球代言人，这也是史上第一位担任 Dior 全球代言人的华人，简直华人之光。据悉，周杰伦嘉年华曼谷巡演上，一袭水蓝色利落潇洒的西服，便出自 Dior 艺术总监 Kim Jennings 之手。Dior 官宣同时提及，周杰伦将成为 Dior 风格与独特性的代表性指标，传达隽永现代摩登时尚。在大胆与创意的驱动下 ，Dior 与周杰伦的合作将更奠定且致敬 Dior 与各形式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。周杰伦，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天王，代表作品《稻香》《青花瓷》等成为经典之作，广受欢迎。周杰伦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、深情的歌词以及出色的才华，征服了无数粉丝的心。同时，周杰伦不仅在音乐领域有着非凡的成就，他在影视、时尚等领域也有着相当可观的成绩。而这次成为 Dior 时装与 Kim Jennings 系列的全球品牌代言人，更是彰显。